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谭老师。今日咧教大家练习嘅就系 Michael Aaron 呢本书，咁咧就会分几集嚟播嘅。其实佢系 G major 一个 F sharp， 咁咧度有 repeat sign， 即系要重复弹多次嘅。左手就會 A 音同埋 E 音嗰度跳音同重音嘅，左手右手咧就會喺 C 嗰度，再落 G， 再落去 D， 咁跟住咧嗰個 D 嗰度咧第二拍係重音嚟嘅，所以就跟住咧到到最尾嗰度咧，佢就會有一個漸慢啦，同埋漸細聲，到到最後咧停咗一節之後，就會有一個 FF 大聲落去。F major 有一個 B flat 嘅，咁又係 chord 嚟嘅。我哋會運用上面嘅 chord 去彈呢一首 F major 嘅歌嘅。到呢一開始就會轉四三二手指，四三二手指。第二拍開始，C major， 咁佢個旋律會喺左手嗰度嘅，右手就係彈 chord， 咁佢有個 E G 啦，跟住去 F G 啦，跟住再 E G 啦，跟住就有個 C sharp 去 G， 跟住咧就有仲有一個 C 去 F sharp， 跟住 F 還原同 G， 咁有呢一啲嘅。Chord study in G major。C major 嚟嘅，個左手咧就會飛去嗰個高音嘅 C， 佢係喺五線譜上面上兩條線嘅。
咁呢度係上咗個八度嘅，都係喺同樣嘅位置。咁呢一首歌咧就係一個 D major 啦，咁佢一個 F 同埋 C sharp 嘅。咁咧 F sharp 啦，同埋 C 要 sharp 啦。咁左手咧有一個 F sharp 同埋一個 C sharp。咁我見到呢兩個 sharp。試過係彈 solo 3-2-3-2 啦，咁今次咧就係一個半音階咁彈法嘅。上咗去呢一個三上咗 A 音呢度嘅，咁跟住彈完呢度再落翻嚟嘅，咁留意邊啲要 sharp， 邊啲要 lateral 還原翻啦，邊啲要升啦咁樣嘅。咁咧呢首歌咧就係一個 B flat major，B flat major 有 B flat 同埋 E flat 嘅。B 一次 PP 細聲啲，再 P 再 MF 越嚟越大聲，再漸慢，跟住再細聲咁樣。跟住休止符停耐啲。轉手指1-2-3，轉1-3轉1，咁跟住再上去 D，E 都係一樣係咁樣轉嘅，1-2-3，1-2-3-4-5，咁個 chord 最後尾又要呢度試一次。咁佢就有三個 sharp F G 同埋 C sharp 嘅，咁啊 A major。今次咧，我哋就會係下行嘅，由 C 開始。咁我哋5-4-3-2-1之後就會轉3-2-1。咁啊，再
手一格。左手咧就要撳住一個係兩拍，一個係一拍嘅，一、二、三。咁呢個 C 要記住撳住，呢個就要放開手嘅喎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咁樣嘅。所以見到呢啲音咧，都要將佢 flat 嘅。咁有臨時符號 F sharp 啦，有臨時符號還原咗嘅 B 喎。咁跟住有細聲啦，漸大聲，有跳音，有重音咁樣嘅。我試一次。就是咧喺五線譜上面再加兩條線，喺上邊咧就係高音譜嘅 C， 如果喺五線譜下邊再加多兩條咧就係低音嘅 C， 咁佢就會係一個八度、兩個八度，係啦，呢個兩個八度嘅 C 嚟嘅。呢首歌係 C major 啦，咁佢會有跳音嘅喺左手嗰度，咁佢係一個 C E 啦或者係 C F 咁樣嘅音嚟嘅。咁佢仲有 B F 啊，仲有後邊咧，第三行會有一個 E G sharp 啦，佢第四行有一個 D F sharp 啦，再還原翻咁樣嘅。好，試一次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就會由 G 開始嘅，咁左手就會由呢一個 D 開始嘅，咁我中音 C 係喺呢度嘅，所以佢個左手咧係上咗高音譜號嘅。咁呢一度咧就有兩個 ending 嘅，一個 first ending、second ending 咧，咁佢就會由個重複符號嗰度開始嘅，由嗰兩個點點開始，一陣間話俾你知邊度。咁佢彈完第一次之後咧，佢就彈完第一次就翻翻去個點點開頭，跟住就會唔彈第一 first ending 括號嗰度，就彈第二 second ending 嗰度嘅。示范一次。就是这里开始了。
個點點嗰度喎。咁就彈完噶啦，咁我哋就會繼續落翻去嘅。咁啊，我哋首尾呼應彈同前面一樣。G major， 跟住就會係一啲嘅 major 嘅 scales 同埋 chord 嚟嘅。第一個 C major， 轉手指咧就一二三轉一，二三四五翻轉頭就四三二一，再轉翻三。左手咧就調翻轉啦，五四三二一，三二一，翻轉頭就一二三轉翻一手指。C major。咁佢個左手咧就會由四開始嘅。咁開始 flat 嘅 major， 咁第一個 major 就係 F major， 係 B flat 嚟嘅 ，B flat。兩個 flat 係 B flat、E flat， 佢左手咧係咁樣。A flat major 四個 flat， A flat major 係 B E A D flat， D flat major 有五個 flat 嘅 B E A D G flat。今日 Michael Aaron 咧就拍到嚟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